就慢慢，而且其实我们三峡是第一颗，全台湾第一颗是种在三峡，但是种在哪里还没有人知道，还没有人发现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慢慢云林古坑，就是一直慢慢发展。但是云林古坑有点可惜的就是，当初种的早，那当初以前早期可能是种槟榔、茶叶这些的，泥土没有翻过，所以曾经有一波是下来的，因为品质不好。那台湾现在的阿里山啊，那天韩回中老师到上海来，然后他也常常在我们台湾做巡回演讲。我们台湾有一只所谓的龟象艺妓，这只是女王，所有精品豆里面的一个女王。对，它的女王的，它这一只喝起来就是甜。甜，然后它的代价也会比较高。如果真正要喝到龟虾，就是巴拿马翡翠庄园的正宗的龟虾，它一磅，它半磅，它一百克好了，就是半磅的半磅再一半而已，有一百，大概一百一十几克，可能就要台币大概2000块。所以你喝一杯下去，可能就是600-700。真的，如果要喝到那个龟虾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，就是我们台湾今年。第一次的收成，它是种了3年，因为咖啡树种下去之后，3到5年会有第一次的收成。那这一次的第一次的收成，我就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还不错，我们得了一个很高的收我们。
他是还在录，还在录，还在剪辑，他在把它剪掉，在剪辑，对吧？没有办法剪辑。因为他在运动，开始叫起床要开始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我就觉得。预备，开始比赛。要冲多少？先分针，先分针，先分针。不好的人。好，你有教怎么？要同一个方向哦。同一个方向。要同一个方向哦。绕圈圈。默数十秒。好了好了。往夏威夷空难的开始爬。准备两分钟，时间太难。好，这里开始。好，加油。
过年要来半年没洗，半年还要再洗一次。好，老师。沙发呀，不是，老师，老师，你那个水要浇多少进去？这个要几 cc？ 几 cc？ 大的是到四百五，他四百五，到四百五，你到三百，你也三百。四百五，你看得出来吗？我已经刚刚有就10秒了，你也三百，你也放假哦，你也三百到家，要四百五到吗？四百五，要点吗？四百五，不用点，就放你过来。这样。还谁哇？我叫伊来，我叫伊来，真水。没有那么好。哎，金毛给谁哦？哎，注意哦。哎，你有搞英雄无啦？他进啊，欧派啊。他进来，他有来，他进来。神仙真敢办嘞啊！啊，哎，给谁啊？你搞政治哦？哎。再去买啦，工具。师大哥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嘿，他们两个在比赛，比赛，对谁一包？你两个比赛哦，这个关阿哥呢，这个是进你这个两金之战哦，四百五，拿到四百五，哦，四百五，够吗？要慢慢泡，慢慢泡，嘿，也不错，这颜色很好看，是颜色很好看。它这个是什么的？肯亚，肯亚会有一个柠檬的明亮酸，它会有那个它的酸是很漂亮的酸，味道很棒哦。好 ，OK 吧，我这里相反，可以，很赞的，对哦，对，赞，拍手，你两个比赞一下，老师站中间。老师站中间，啊，你们两个站旁边，一起你站一下。等一下，比较小心，照相一下，来。来照相，哎，来照相一下。来，耶。OK， 很棒哈。太厉害了。有没有人要拿杯子过来的？杯子，另外。然后再中间。孟才委员，开一间咖啡厅啦，我们要加入股啦。也专业嘞。是啊，到医生已经想尽考虑了，不要中间了，低一点。很专业啊，哈！交易是专业的，哎，三百加是一样的。这么好，第一个来怎么对吧？你要先到人家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点解不要掉啊？我来，他只有倒一点点，因为大家。还没喝完，其实比较不容易喝得到那个胶质。来，这是哪一国的咖啡豆？非洲。非洲了，云林云江了，云江了，云江了，还赶快来喝。赶快，这是非洲的。很养的，很养的，很养的。就是多放好几次。错，你错，我也很养，我也是，我也用。妈呀！上面那个，哎，你赶快。
这个是温度计，蓝秀。